大家好，我是娜娜口。我们今天在桃园，刚才有看到桃园市长郑国成，就是呢，他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服务，叫做GoShare。那它的新设服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事业体，那固定的在于提供消费者在城市里面想要穿多少款通勤上班还是假日出游，提供你一个更方便、更便利的共享交通移动方式。好，就一起看看吧。就是现在会有一个专属的 APP， 分享售卖会的 APP 之后，就可以在上面注册。那之前会有人担心说，哎，那会买新的会的人是不是就可以轻松的接到这几种呢？会需要准备好驾照，然后通过这些认证。好，如果太清楚的话，到时候我马上再跟一下。好，那这个价值呢，其实它很聪明，它可以通过 machine learning 的方式呢，推荐给你最适合你的车。假如说你在城市中移动的程比较长的话呢，它就会推荐你电池电量太充足。那假如说像我一样是懒人的话，不想要走太久找车的话呢，那就会推荐你离你最近的车。应该这就是 GoShare 这个 app 它的预览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呢。在画面中，你按 Get Yours 就可以找你的车 iPhone 这边，然后它就会推荐你最适合你的车，例如说离你最近，或者是离电量最多，然后你看到这边有电量，然后这边呢会倒数十分钟，你有十分钟可以去找你的车，然后找到了之后呢，就按 Let's Go， 也是一样用这个 GoShare 的 App 就可以解锁，然后就可以开始骑车。然后刚刚没有时间，就是暗示他未来收费的方式呢，应该会是透过时间的方式。我真的很期待耶！前面要是要便利的话，就只要带手机，不需要带钱包。GoShare 什么时候会上线呢？据说会在八月中上线。那这次呢，就会从桃园这个城市开始。那工作人员跟我们说，预计呢，在今年十二月以前呢，会延伸到其他城市哦。好，快点来台北市，这样我除了 Ubike 以外，有其他的选择。好，我是娜娜，别忘了按赞、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次见，拜拜。